大家好，我是秦沛，我今年75岁，我从3岁开始就演戏，一直在演，到今天呢就演了300多部电影，演了200多部的电视剧。我19岁那年呢，我都加入了导演李汉祥的国联公司。我除了演戏之外呢，他还让我学了很多有关这个电影的知识，我一直啊受用到现在。还有一位呢，就是胡金铨导演，他也让我呢学习了很多制片等导演的工作。干了这一行这么多年，我很感激这两位大导演。节目组啊就问我，他如果要给一句话是电影人，是用哪个字，用一个字，我说我应该会用爱，爱你每一个角色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大卫，谢谢。我是中国香港的演员，我入行已经70年，我第一部戏叫《别让丈夫知道》，当年我得到我的师父张策导演的提拔，让我成为男主角，也让我成为香港第一个亚洲最佳男主角。我也做过导演，拍过很多戏，也拍过很多很好赚钱也能够得奖的戏，可是也拍过很多不好不卖钱很可能没人看的戏，可是到今天我还能够在这里演戏，就是因为我发现一个字，就是真，因为我是真的喜欢电影，真的喜欢做演员，谢谢。节目组叫我想个字儿，我脑子里一下就闪出了家，家庭的家，家人的家。我呢4岁就拍戏了，到现在一数是59年前的事情，他俩戏龄比我长一点了。我从小就在片场长大，其实里面的人相处久了就像家人一样的。我呢，我在想，我们既然是家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支持对方，包容对方。我要谢谢跟我合作的所有演员工作人员，还有所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对我的包容和支持。我也衷心希望我们影视圈所有年轻一代一定要团结，见到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必须伸出援手，谢谢大家。